Hello，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一分不见十分想念，说一下你们都给你面来，我是小七，很开心来见面喽。那有请啊，我们这个合体这个木鱼打招呼。嘿、hey, ，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鱼儿啊，不是，你怕是失了字吧？你怎么了？你调皮、啊、皮，还皮皮皮了？居然砍我！哎呦呦呦呦！哎，你想尽办法把你男朋友治一下呗？这个、男，这是。什么叫做我的男朋友啊？你召唤出来的啊？不是，我是给你用的。呸！什么叫做我是给你的？呸！我招出来是给你用的。对呀、啊，你是给我用的呀，我要用啊。对啊，你找他呀。我找你呀、啊。不，那晚上你过来呗。你晚上过来呗。不，我拒绝。前提你是要你是需要洗得干干净净。哦、你个大变态，大。好了，咱们那个进入正题吧，还需要什么材料？嗯，这里可以找到，都可以找到是吧？对，都可以找到，所以说我们分头行动，对，找，比如说碰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一定要呼叫对方，对。好。这水里有两个。比如说啊，呼叫媳妇儿啊，对。这是矿物吧？啊，哇，这个村，这村是什么东西啊？村？对啊，他会叫吗？叫就不什么鬼什么鬼？我也不知道。你不要动不动开车好不好？我哪里有开车啊？你不是我很，我是问一下而已啊。我也没碰到那种东西，我肯定不知道啊。那你踢我。那、啊、不去。我也对这个东西很好奇的。村他会叫吗？不去。叫。一二三四五六七，木鱼是个老司机，整天滴滴滴。不是这、啊，你叫出来了？这神天魔的村啊，这明明就是放屁虫啊！喂，哇塞，木鱼叫春了、啊！不是我只想说，这汉化组真的好调皮啊！对啊，这又是什么？又是钻地蠕虫，去你的吧！进攻鱿鱼，然后这个末影骑士、啊，没有，这应该是盐矿石啊。那这个世界，它没有海的话，那就尴尬了。哎，这个小虫、但是我感觉我现在能找到的材料一个都没有。小七啊，有干嘛？你过来看一下这个小虫子怎样驯服它？它200点血啊，这尾巴一摇一摇的，好可爱。小虫子200滴血，对啊。好可爱！你买钻石，然后右键。确定是这样驯服它的？是钻石块还是钻石？如假包换。是钻石块还是钻石啊？钻石。哦。不对，你现在是把它驯服了没有？没有。那就要准备好肉和那个钻石。肉跟钻石啊？什么肉？对。随便牛肉就可以了。什么东西打我刚刚？哎，我对除了不是他对牛排没兴趣啊？是要生的吗？那就对钻石有兴趣。他是要生的吗？就是钻石了，应该是生的，他要生的吧？那我这没有生的，我找到了，我怎么办？没有生的，我这里有啊，我看看。生的，我看看我这里面有没有？我这只有熟的。完了，咋还有生的？我连你还有熟的，我连生的都没有。这就尴尬了。好了，先我不管了，先不管他了。对，先不管他了。我找到了一个材料。什么材料？帝王蝎。帝王蝎，咱们是需要它的什么东西啊？需要它的鳞片。鳞片，水龙鳞片。不是帝王蝎龙片。哎 ，nice， 水龙。你要鸵鸟鸵鸟吗？鸵鸟吗？不要，我身上有一个够了。鸵鸟长大。长哎，我这也找到帝王蟹了。死火鸡嘞？
死火鸡，火鸡啊，火鸡不要。哇，吃火的鸡，吃火的鸡也不要。嗯，好吧。哎，怎么突然间卡了？材料差不多了吧？我觉得。什么鬼？哎，怎么了？你发现了什么？又？哎，什么东西？好奇怪！哎，你来，你挖一下这个矿。什么矿？等会，我看一下这什么东西啊？我先把这几个怪物蛋先弄走。啊，我看一下都，龙宝宝。哎，我挖到一个，有点意思嘿。我挖到个龙宝宝的那个蛋。啊，就是你刚才要训的那个宝宝。是那个吗？那我先留着啊。啊。你那边等我，我替你。哇，好有趣！来来，你先别挖，来、这个、来来，你拿这个挖，你拿这个挖它，这个挖它，啊、嗯，对，对，你挖它，哎，哈哈，这有点意思啊，这不瞬移的吧？哎，哦，指南针它带这种效果的，对啊。我才发现，真的啊！这怎么矿？有点意思啊！这怎么矿？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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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碎片？这个嘞？那也是那个什么吧？哇，这个好玩！这，你不要瞎招啊！就招手，我们就嗝屁了。不是那个碎片，这碎片应该可以，碎片不是直接糟蹋的吧？哇，这个传送不太好用哎。对啊，不好玩。不好玩。这东西好玩。我发现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食火鸡。哪里不是食火鸡。啊，什么？就哇啊哈哈哈哈哈！逃命术啊！我跟你讲，跟你在一块儿，我这个逃命术都啊，为什么要追我？哎，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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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来吧！哇！咱们已经收集到这两种哇！前面是什么？前面是非常厉害又神奇的地方。这什么地牢？就是大魔王，里面有好多钱。钱？什么钱？钻石块儿，哦，各式各样的稀缺的材料。哦，我来了！哇，不是吧？这么饥渴啊！我来了！吃个屁股先，我先把关羽给关掉。走 ，come on！愿上天保佑你。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梦魇吧？对啊，这从这边进的啊。我不去，这边灵魂山这边进的。我不去！你怎么秒怂了？你变了？我不去！这种东西，这种要命的东西，我才不去呢！我要怂都有骨气，我告诉你。什么叫怂的有骨气啊？怂的有骨气就是怂的有骨气。都熟了还有什么骨气啊？就我要怂出骨气啊。哦，我听懂了，终于听懂了，怂的有骨气是吧？对啊，怂的有一股气。不，那不是屁吗？不不对吗？不是，你能不能别把天给聊死啊？我又把天聊死了吗？肯定啊！来，战斗的事情，来，你人呢？战斗的事情，替我，这两种材料都是咱们需要的。好吧，我来了。这是啥？不是，我今天遇到的是啥脚气吧？我遇到的是一个啥小气吧？这怎么可能？你个幼稚鬼！你个幼稚鬼！哎，
他要娶你。我不管，我不管，我要玩，我要玩，我要玩，我不管，我不管。你确定你要玩？我要玩，我要玩，我要玩。哎呦，你上不来的吧？他是认主人的。这，那给，这怎么弄的？喂他是哈，这是龙宝宝啊。哦，这个东西啊，它是这个东西啊。哦，就这个啊，这个啊。啊啊。喂它之后它就变大了。不是，你喂它它就是你的，然后你喂颗钻石变大，再喂颗钻石变小。我这样玩的。对呀、啊。Surprise！ 我这。Surprise！ 啊，凋零啊！什么时候出来个凋零啊？没有，我挖那个怪物蛋挖出来的。哇，这厉害了。来踢我那条龙行不行啊？踢我，别不闹了，不闹了，咱们赶紧办正事吧。啊，他们俩打起来了。这货是谁？哇，冰级好壮观啊！我都给你，我来了。啊，怎么了？咦，我又发现一个好东西。什么好东西啊？我们要一起来探险吗？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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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王飞龙。霸王飞龙的那个巢穴啊，你要不要过来？哇，我的龙要死了啊！我的龙死了。哎呦，也有他在打我。霸王飞龙的巢穴，你要不要过来？踢我！哪里啊？踢我，就在前面。哇，霸王飞龙的巢穴啊，搞不好会被秒了的。找准机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对，找准机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对。对啊，喂，在他打你之前，那个吃那个，喂他吃牛排。我这，哎呀 ！Come on！哎呦哦哦啊啊啊！欢迎回家。嗯，王者大陆永远欢迎你。这种东西不是咱们现在能够调戏的。对啊，来吧，不闹了，真的不闹了，咱们赶紧办正事吧。办正事，来踢我，准备好你的最强武器。我现在最强的武器就是一把镐子，一把铁锹。铁锹的伤害也有38点，我这才10点，好吧，来干掉他。再见。水，等，水龙，咱们需要它的鳞片啊。我知道，可是我现在目前打不过啊，我来。只是它的击坠效果有点变态。我来了啊哈！我好哎，加油！哎，哪去了？打死了？死了？哎，掉了。掉了一个水龙鳞片，拿这里。还掉了个粒子啊，这个粒子干什么呢？哇，可以丢的。哎呦，这是对你的爱。来，还有，咱们还需要。哇，我哎，还需要一个。对，来 ，come on。需要战斗的时候，我从来不拖泥带水的，从来不带拖泥拖。怎么了？发生什么？你竟然趁我不备，你竟然对我做一些羞羞的事情。没，不是发生什么吗？刚刚，这跑了，拜拜。撕吧你！哎，又掉了一个 ，nice。金苹果，哇，金苹果这么贵啊！你才发现啊，10多万一个。不行了，都吃不起了。不行，我要去赚钱。吃不起了。我也需要赚钱了。我金屁股本来有8个，现在只有2个了，完全吃不起了，兄弟。还有什么东西啊？我先把材料给你啊，你看这还差什么？总共是19，哎，18种材料。给。旁边。这好像不太够吧？还差什么？反正差蛮多的。
哎呦，你在干什么？哎、有小蚂蚁咬你的。嘿嘿嘿嘿，你又发现了什么东西啊？笑得这么猥琐。对啊，我在卖这个盔甲，那个绿宝石盔甲。哇，你居然还有绿宝石盔甲那种东西的？对啊。又来了，又来了60万，可以了。能不能分我一件？不要。不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不对？你刚才打我屁屁，我看到了。没有。有。主要是你身后那个披风老是因我犯罪，好烦啊！我是不是想怼他一下？不听，我不听。你明知道我是个萝莉控，还要换一个这种皮肤，丧心病！走，我们走。走，皮卡丘，我们走。你要骑吗？我要，给你骑。我要，走喽！皮皮猪，我们走，去找一个女朋友，吃炸鸡，喝啤酒，还能一起手拉手。上不去了。幼稚鬼，这不是我怎么幼稚了？我要找女朋友，没毛病啊。幼稚鬼，幼稚鬼，这个东西能不能帮咱们打怪的？打小怪还是没问题，打大怪的话就够呛了。哇，直接用头撞的。对啊，这个东西好玩。七，你人呢？七。我这找袋子呀，我打算挣点钱花花。来，帮我截张图啊，帮我截张图啊。这什么图啊？哇，你耍帅，你还让我截图？这不，这乖了，听话。不去。来了，待会儿有好东西给你。确定吗？确定。哟，等等。你被我杀，你把我杀死了。不，这什么鬼？哎呀，你又把我杀死了！我没动啊！不去了，我没动啊！不去了。哎，我先下来，我先下来，你踢我。啊！来，帮我截张图。哎呦！你又打不过他，你这截什么截啊？你是个史蒂夫。不，也对哦。不是他这要自爆了吗？这什么声音？那是啊，加油门的声音。自爆！哎呦喂！什么鬼？可以的，很强势。就是他不是那个赛车嘛，就用引擎起飞嘛，那种声音。是的。啊，对，就那种呜，对那个。咱们还差些什么材料？是要继续在这个世界收集，还是换另外一个地方了？要不我们直接去那边吧，那去挑战妖塔吧，走。妖塔，九层妖塔吗？不稳定的那个蚂蚁世界。对啊。那这个鸡居怎么办？鸡，放生啊。好吧。再见，我的爱。要不要跟我一起来？再见，我的爱。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家？要。你再不来，我就回家了。哎。哇，竟然比我先回去！我已经回来了。然后那个，我又回来了。这是哪里啊？那个蚂蚁窝怎么办？释放传送术，那个蚂蚁窝咱们家没有哎。哦，对了，这帝王蝎咱们还没打呀。帝王蝎，没事的，有蛋吗？到哪里打都可以吗？来，帝王蝎，咱们俩现在打不过。打不过吗？真的？打不过，咱们必须要升级了。那先去升级一下装备。装备是需要那个黑暗物质吗？是需要那个黑暗？别！我还是走远一点，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雷电法王啊！雷电法王的威力啊！你一个小龙虾是要皮？真的吗？认真啊！
好吧，那我就劈他劈他坐在旁边吃，劈一起，咱们一起来劈他呀！哎呦，敲斗嘛得，劈不死的，不是每次劈他一下才一点血啊？对啊，所以说我才问你啊，你不是的哎呦再见，哎呦离你远点，哎呦他是个熊孩子，他招出什么东西啦？你是一个熊孩子，他会招出小的青蛙，他招青蛙出来的。哎呦我是世界和平，拜拜了你嘞，没了吧？对不对？简单明了。我无言以对。好了，咱们回来怎样升级装备啊？咱不是有书了吗？然后先做一个附魔台，然后就可以对附魔，然后呢，咱们不是有集数了吗？咱们就可以附一套非常厉害的装备，然后去打。OK。书架需要16个，对不对？好，我摆书架，你摆附魔台 ，OK。附魔台怎么做来着？钻石加书。钻石还需要一块黑曜石吧？黑曜石很便宜的。黑曜石是3块还是4块？它需要。3块。然后是一颗钻石，等等，我钻石哪去了？哎，我这里面居然找不到钻石，你在逗我啊？哦，把这个书架分解一下，然后钻石分解一下。不，你在尖笑什么？没有啊。我听到了，你在尖笑什么？没啊，我是把这都做完了。哎呦，不是我买这个黑暗物质干什么？钱多啊。有钱人啊，现在能用得起黑暗物质都是有钱人。两颗钻石上面加一本书 ，nice。现在用得起黑物质人都是女装大佬。你才女装大佬。摆哪里啊？摆这个位置吗？这里。我总感觉家里面少了点什么。什么都没少啊，女朋友不见了。女朋友啊，然后咱们就拿身上这套装备来附魔吗？我看一下，你确定是这个吗？对啊，还真是这个呀。好吧，不是，那我就来啊，随机来吧，30级的附魔，不是你这舔舌头，这儿的百姓哪挣呀，真开心。我这保护效果可以的，好多个。什么？什么呀？又虚弱啊？还不是虚弱，这是保护4还是保护6啊？还是保护5啊？这你不对吧？你看你撸我一下，用那个极限镐，极限铲撸我一下。打不了自己吗？这东西打不了自己的吗？这个可以啊，一滴血，哇，可以的。我这皮厚得很啊，很神奇。是啊，你一直很厚。不，还好吧。史上最厚。没有，我先把这些怪物蛋，这个怪物蛋不能带着手，不能带着身上，万一那个手残右键一下就 game over 了。不行啊，关键是我们要做装备啊。是，需要什么装备？这装备的话，我们得需要，我想想啊，极限套吧。极限套，咱们现在可以做吗？没有东西，我们得去挖。哎，我有，而且我还要赚点钱去挖点钻石。
你这笑得比我还淫荡。你个淫荡鱼。喂，我的七十八绝呢？你又跑哪去了？我跑到矿洞里面去了。又切个刀，又切个刀。等会这龙宝宝怎样往上飞啊？它不往上飞的。它跟那个滑板是一样的。这，我的天！咱们家里面白蚁泛滥成灾了。啊，不可能啊！你自己过来看，你自己过来看。哦，我不去，你不别想把我骗过去。哎，你别飞，你过来。哎，你别飞呀、啊！不，你下来、下来好不好？下来好不好？真的，这白蚁泛滥成灾了。这么多白蚁，不吃咱们的树吧？这白蚁它会毁那个建筑物的，把那个木头的建筑物全部变成那个泥土的。啊，对，它会吃那些木板，但它不吃木头，暂时没事儿。它会掉袋子哟。我袋子里面，比如说有这个盔甲的话，我是在的，我在十万块钱，我在的。你招雷劈嘛，啪一劈一片，会劈到我自己的龙宝宝。你龙宝宝又不怕雷劈？没有，这赚钱方式挺快捷的，真的，用这个方式赚钱也挺好的。对哦，而且还有经验拿的。哈哈，哎呦，我看一下，等会，你往哪里咬啊？好疼啊！我走了。哇，我想买一套黑物质胸甲，有什么用啊？等等，我龙宝宝哪去了？飞了。不会是刚刚被我一剑给撸死？不可能啊，我这伤害没这么高呀。管他去，反正这龙宝宝是那个怪物蛋。对，我看一下啊，金锭，看一下能开出绿宝石头盔。哇，可以的。黑曜石胸甲、裤衩，哇，发财了，发财了！哇，这是什么怪的东西了？发财了！你绝对想不到我现在多少钱？300万。还差那么一丢丢。好吧，这才是发财致富的好道路啊。马凯呢？对哦，普通礼袋还有几个？普通礼袋应该开不出什么好东西的。铁胸甲，普通礼袋应该能开出来。哎，绿宝石护腿 nice 啊。哇，你发了。哇，你发家致富了。呵啊！母鱼母鱼好幼稚啊，一个幼稚鬼！我还要去挖矿什么的，哪里有这种发家致富的那个方便快捷啊？你要不要一起来？好多白蚁啊！不要，我现在要挖点极限锭。极限锭，你跑哪去挖的？好打架。就在下面呀、啊，下面有那个极限锭吗？哦，对，那个什么轴矿石啊，那个什么钛合金矿石，对吧？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数量好少啊！数量好少。我身上有那个钛合金锭有四个，锂，那个锂有四个，然后那个轴的话有两个。力的话就不说了，要合成锭啊！哦，我要合成锭！哎，对哦，不是你忘了吗？我本来是想做一把极限剑的，结果手残做放反了，就做成一个极限铲了。对，我还记着呢。哇！我要挖！其实咱们啊，我小时候特别喜欢那个观察蚂蚁。就观察他们那个进窝啊，或者搬东西啊什么的。
一看就是一下午。然后你没有被咬过吗？没有。一看就是真的假的？一看就是一下午的时间过去了。啊！哇，原来你小时候这么萌啊！不是我怎么萌了？我喜欢呀，我喜欢观察这些小动物啊，而且我很有耐心的。哎，大家想象一下，比如说木鱼啊，拿个小木棍往那一蹲啊，穿个小裤衩，然后一只、两只、三只，不是，等会儿。我不是数蚂蚁，我是看他们那个，看他们搬家搬东西。我的天，咱们这是哪个？咱们这是家上面都有了。家上面怎么会有啊？他又不吃，不会吃那种原木。不吃原木的吗？他们不吃原木。那我就不担心了。他们啊，对，他们只吃方块的。那就不管他们了。对，不管他们了。哎呦，好烦啊！别咬我，行不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凑够一个那个腿的钱呀？腿什么腿？就那个极限腿。干嘛要凑？啊、不是，不是，那叫什么？红五指腿。红。你又怎么了？你这你又干嘛了？你又闯祸了？一个礼袋里面全都是那个绿宝石的东西、啊、哇，运气这么好，哇，力量的附魔书、哎、哇，很强很强，哇，发财了，哇，可以了，等会等会发财了，一本万利呀、啊。这附魔书先丢进去再说啊，然后那个金屁股啊、苹果啊，这些东西先把它卖掉。哈哈哈！你笑得好淫荡啊！哈哈！马上300万了。哇，可以！我跳。还有，这赚钱方法真的很方便，很快捷啊。离我迎娶那个白富美小七白富美的那个目标不远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不远了，我马上就能娶你了。我要什么东西啊？我值800亿，八百亿是吧？好，等着，等我赚过了800亿，我踏着七彩云霞去迎接你。其实这个模组呢，最高只能有1亿。没事啊，我多做几个啊。多做几个，它也是1亿。不是，这蚂蚁好烦啊！哎呦！再咬我那个位置就废了。哎，没事，这个咬更健康嘛。哎呦！别逼我变身成雷电法王！我告诉你们，木鱼疯了，不是，哎呦，不是我被他们围起来了，动都动不了，喂，啊，围起来了，对啊，哇，有多少只啊？都把你围起来，你踢我，你踢我就知道了。OK， 我现在挖完这一点点矿，我就上去了。我的天，这可怕啊！泛滥成灾了吗？估计是泛滥成灾了吧。等会儿我先把时间设置一下。这根本就打不完啊！哇，我如果说打不完的话，我记得里面有一个可以让他们哎，我突然想到一个模组。什么模组？你看，就是我们之前就是说啊，这个往死里打都找不到怪物，然后往死里刷了个模组。啊、那个叫什么？你忘了吗？啊，我忘了。是拔刀。哦，拔刀剑。对。拔刀剑干什么？拔刀剑不是要什么砍1000个怪吗？啊，哦，对。可以用他们来刷怪，刷那个杀敌数。对，
对，所以说这还是比较，蚂蚁还是比较有用的。肯定啊，像那个龙珠模组也可以拿它们刷那个点数的。哇，这也可以啊。对啊。啊，我回来了，我挖矿挖了20年，我终于回哎。辛苦了，老婆。不是、啊，这什么鬼啊？不是我在整理东西啊。你回家看一下，看一下你就知道那个咱们家里面发生了什么。咱们家，我千万不能让他靠近这个附魔台啊！附魔台要没啦！没，好像他们不咬附魔台。哎，哟。有，我现在才咬啊！有，怎么这么多啊？有！快快，雷电法王电死他们！不能用雷电啊！咱们家这边会被烧起来的。对。哇，你不说我差点忘了。哎呦！救命！亚美！谁？哎，走！又来了！哇，这，鱼快 TP 我，这里安全。等会，我先把这些礼袋全部开掉。我效率的附魔可以的。哇哈！我要拍，拍死一个少一个，拍死两个少两个。红蚂蚁啊，不对，呸。哇，这钱赚的我手抽筋啊！哇，我来了！等，就差几个礼袋。呼，爽！好的，好爽！这钱赚的我好爽！呵呵，我现在马上400万了。哇，可以了，很强势。那个黑暗物质方块一个是将近60万，对吧？一个我这边可以买，可以买5个，可以买6个了。我这天哪，对吧？我这个赚钱方式挺快的吧？这家怎么办呀？这家已经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不是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这个家不是我觉得肯定是咱们家旁边有一个什么白蚁的这个引诱方块或者是窝什么的，不是他莫名其妙？确定吗？我先是发现在地，我知道了，那绝对开的是和平，是不是和平？没有啊，困难啊，困难模式啊，怪了呀。不是你不这跟游戏模式有关系吗？有，前面有，但是你讲完以后就没了。哦，说搞。那这什么东西导致的啊？我也不知道，因为他吃的那个方块他没有变成土。哎，为什么他们就冲着我来不冲着你去啊？我不开心啦。不知道呀。嗯。野物种，你们跟着我跳海。呵呵呵，我告诉你，我曾经可是水里面的霸王，水里面的王者。后来我妈来了，然后就没了，就没。我还问你后面要说个什么？啊，出不去了！我的天，我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我应该找一个地方躲先。这太多白蚁了，这太多蚂蚁了，怎么办？不是，我也没办法。你搞的蚂蚁啊，你没办法。不是，主要是咱们家材质全都是木头，不是木头还好办，直接倒桶岩浆。咱们家、哎，我倒是知道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可以把蚂蚁这个叫，你也可以叫它叫蚂蚁驱逐器。哇、哦，那个东西啊。对。有什么用？啊，就是当有蚂蚁，就是说是靠近你的身体的时候，它把它反弹出去。反弹出去？对。还是没理解。
一种结界。姐姐。这。那个东西可以召唤出姐姐出来吗？咱们还是等着被蚂蚁咬死好了。不是，倒是反想办法呀，有办法自然是好的啊。我只是好奇那个姐姐怎么召出姐姐。那个东西呢叫苦力啪什么驱逐器，你找一下。苦力啪就是拿那个粘液做的。你就前面你问那个粘液，对，粘液绿色的。我身上没材料，看不出来。那我给你，就是这个，你按下机键，这是最后面那个点儿，合成那个苦力啪驱赶器，它也会驱赶蚂蚁。哇，这个东西啊，需要一个极限火把加上线加上四个这个。材料好、啊，极限火把要拿臭皮虫，好昂贵、啊。极限火把不用，咱们那个及时挖矿开垦出来的那个矿道就插的是那个极限火把。对啊，那么问题就来了，那我们怎么样去打到这个绿色粘液？绿色粘液是蛇怪，咱们有蛇怪吗？对，你有。水什么？蛇怪。上次你不是说你碰到蛇怪吗？你挖到个蛇怪吗？好像被我丢掉了。你都不告诉我那个东西有用的，我肯定把它丢掉呀，没毛病啊。没毛病啊。好了，咱们那也没关系，咱们可以去打妖塔，妖塔里面有。哎，要妖塔的话，咱们下期再去了吧，这期也差不多了。好的，下期再去了。好了，各位小伙伴，那这期视频呢差不多要到这里去做，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观看。如果是喜欢咱们这个鱼和小新的，可以的吧，这个关注上我们这个右上方或左上方的订阅和关注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说想跟我们进一步沟通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联系群或者说 QQ 交流群啊，然后在里面对吧，各种调戏啊咱们的鱼啊。好的，那各位小伙伴，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拜拜拜拜拜拜。